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药草植物。对啊，这中药好像对，以前的话就是他要去挖这个，它的根，它的根，他们就干燥以后就是做那个煮中药，就抓药用的，这是其中一个那个材料。对，煮菜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是有那个就是他们是拿去要卖给中药店的。哦。往那边投保，被发现了，我们差点要把它。丢到悬崖呀！哦，这个，他说这是森林里面，大家应该可以去采集这样。哦。什么跟什么？这个是我们部落的这个猎场来这边乱采这边做什么？我们就给他全部他们摘的，我们全部给他拿回来。哦。哦，他来这边盗采就对了。哦，不容许别人来那个。对，这个是八角林嘛。嗯，那生长。这个也是我们过去，如果被蛇咬的话，其中一个，就是药材。对，就是可以，我说可以稍微缓解。缓解一下。所以它是解毒的。如果它解毒，可能就是它有点毒哦，以毒攻毒。它手去摘的话是会痒的。嗯。然后开花，啊，花颜色很鲜艳，很大。OK， 幸福台微笑澎湖一行游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生态学园步道。